敢说。收！啊！奥特曼，我把你封印这里面，今后谁还能阻我？你就老老实的在里面嘛。可恶的怪兽，放出来啊！可恶！迪迦，你是在痴人说梦吗？我这好不容易把你封印了，怎么可能放你出来？呀！可恶的家伙！你就慢慢挣扎吧。什么声音？怎么像迪迦的声音？难道迪迦遭遇了不测？迪迦在大呼小叫，我现在就炼化了你。迪迦，超人，超人，要放我出去！你可恶的怪兽！迪迦，你先在里面待着，我去搬救兵。快啊，超人！什么？敢搬救兵，找死！这人呢？不好，中计了！迪迦，我这就放你出来，快啊！呀，超人，迪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家伙，超人，你居敢耍我！超人，看来我们只能先消灭他了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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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冷的拳，超人，多亏你了，没有事。这个东西太邪恶了，不能落到怪兽的手里。那我们要毁灭它。走。